50岁中国男星李亚鹏于3月14日宣布再婚，对象是小19岁的模特海哈金喜。李亚鹏当时也宣布在当爸爸，他在今天透过一支视频宣布孩子已诞生，是个女宝宝。该视频于4月14日拍摄，李亚鹏表示女儿已满月，由此推算孩子如今已四个月大。李亚鹏2005年和王菲结婚，并育有一女李嫣，两人在2013年离婚，随后女方与前男友谢霆锋复合，李亚鹏则在2020年被曝与海哈金喜交往。